好，欢迎翻到嚟陈皮妹频道啊！今日2021年第一条片，1月5日啊！咁啊，今日有一个新嘅活动啦，就系呢个合众地区嘅呢个新活动收集活动啊！咁啊，呢只最后一只啦，咁啊要揾9只不同嘅合众地区指定，唔系不同指定嘅合众地区嘅 Pokemon 小精灵，咁先可以搞掂。咁啊，最后一只斑斑马，好。咁我哋开翻啦，咁啊9只捉晒啦，咁啊有咩奖励就系呢个3000星辰，30个精灵球同埋5粒彩糖，咁啊边有5至6日时间，5日半时间，好似今日10点先开，上昼10点先开始嘅，咁啊应该大家应该有足够时间捉噶啦，咁啊有边9只咧，等我。逐只同大家讲下先，等等先啦，我唔攞奖励住，我读翻出嚟先啊，要合众地区。好，咁啊有腾腾蛇啦，跟住暖暖猪啦，跟住水水濑啦，跟住有小约克啦，哇开水喷水池，约克啦，跟住有啱啱同你捉嗰只斑斑马啦。另外就係、是、呢、這個單卵細胞球啦，係咪？跟住仲有冇咧？另外，咦，仲有嗰只石春嗰只咧？石喺邊啊？喺度，等陣先啊！仲有邊只啊？仲有呢只，係啦，石丸子，係啦，就係呢9只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啦，咁啊。如果大家找不到，就用 WeCatch 找啦。基本上你 filter 翻曬所有嘅嘢就 OK 啊。咁啊，同埋突然之間今日大量呢個哥德寶寶，大家未進化好似我咁啊，盡量捉多啲哥德寶寶啦。啊，仲有一隻就係呢個種子鐵球，係咁啊，齊曬呢9只啦。咁啊，大家快啲捉，有5日半時間俾大家捉嘅。OK， 咁我攞埋個獎勵先。OK， 3000星星沙子，30个精灵球，5粒神奇糖果，咁啊捉完啦，捉完，咁啊搭程车时间捉到7-8只啦。OK， 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嘅，喂，多咗个奖牌喎，完成收藏加挑战就个金牌。OK， 咁啊仲有一样嘢，而家进行紧途中就系呢个 The Lost Face， crossover Gucci 嘅换装道具。咁啊，應該大家可以開始呢、這個去 Gucci 店附近，應該佢有啲贊助嘅 Pocket Store， 我未知啊。咁啊，去完就話俾大家聽有冇啦，喺邊個位置啦。咁啊，大家但詳情去呢個 Gucci 咁對 Lost Face 官網嗰度查詢，睇下有冇先。我都未睇喎，呢個係官網嚟嘅咩？翻對 Leas Pin。喂，放大少少，佢好，要去到邊度先有呢？睇先啊，好沙去到海港城啦，海港城有，跟住應該就係、是、仲有邊度？冇啦，得一個就海港城，咁啊要去到海港城先有。唔係，仲有，應該係咪中環都有噶嘛？大家得香港有兩個。香港有2個呢個 pocket， 有2個呢個位置嘅 ，OK。我翻翻出去，點樣翻翻出去？係啦，咁啊會有呢個 The Lost Face Gucci T 恤、帽子同埋背包。咁啊，大家要去就可以想攞呢件咁特別嘅裝備就去攞啦。OK， 咁啊實體都有得賣嘅，你可以買。不過好似夏天款嚟嘅。A few moments later， 好啦好啦，咁啊嚟到海港城系边个咧？好似系呢个，咁又呢个系 The Lost Face Gucci 啦，系啊 ，Lost Face Crossover Gucci， 咁啊转咗有咩用？转咗去，咁啊攞晒啲衫裤鞋袜 ，OK。唔對戰啦，咁啊衫褲鞋咪攞曬，
咁啊，換裝可以。呢個係 sponsor 嚟喎，誒齊啦，咁啊衫，帽，背囊，好咁啊，攞曬，咁啊要攞嘅朋友就盡快啲去中環或者尖沙咀海港城嘅姑池門口附近都得嘅啦。OK， 咁啊三件嘢，一 set 三件啊，咁啊一次過攞曬，咁啊送曬俾你。咁啊，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話咧，就俾個 like 啦，訂閱頻道啦，同埋follow IG 同埋 at 我呢個 MeWe Fan 啦。咁我哋下一條 Pokemon Go 嘅片翻嚟再見啦，拜拜。